我们要欢迎的是哲学星期五在台中的伙伴，然后也是岛国前进在台中的一个可以算负责人吧，你愿意吗？路人。好，那个简嘉佑，我们欢迎他。哎喂，哎，我有多久的时间吗？应该没有太多限定哦。大家好，我们听到了许多来自外地，不是台中这个地方参与运动的一些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他们不断的也会去提到说，胡志强为什么台中可以选一个这么烂的市长，让他当了13年，大家还甘之如饴。这个是其他县市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台中人在想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去问为什么，可是每次我们在这里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台中市民会来参与，会来参加，我们就认为说，台中并没有那么糟糕。长期以来，台中这个地方都在台湾的社会议题上面的参与上面，总是少了台中，少了中部的声音。很多人都不断的质疑，甚至取笑，说啊，台中就是一个人权沙漠，就是一个社会议题沙漠的地方。可是这几年，我们从反核大游行，从前阵子的大安马祖巷，从石冈反隧道，从甚至到这个礼拜日的一个游行，学姑缆车的问题，这呈现了什么问题？台中不断不断的在开发，可是他那一个层次的开发永远跟各位市民没有关系，非常的奇怪的一件事情。台中市长说台中要变成一个世界的大台中，可是台中不仅没有变成世界的大台中，反而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叫什么吗？有人知道台中现在叫什么名字吗？对，它叫做胡志强市。为什么台中没有变成世界的大台中，反而变成了胡志强市？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也许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个地方叫做市民广场，可是市民广场除了市政府主办或协办的活动以外，这个地方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你们今天都是违法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所谓的台中地堡，我们看到勤美成品，一个台中非常聚集许多市民在假日在日常生活把它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它却不是给市民使用的。套一句周星驰的电影说，哇，这是好大的官威啊。台中市民真的这么没有骨气吗？似乎不是。我们在这个这么多的场合，我们从今年开始年初在台中开始举办所谓的哲学星期五在台中，我们从年初的第一场到现在，每个礼拜五我们都在中区一个叫做好办的地方，每个礼拜都有针对不同的议题，让邀请不同的人，邀请所有的台中的市民一起来参加。我们从年初到现在只停办过一场，为什么？因为在过年。可是每一场都爆场，每一场都有70-80个人甚至100多个人来关心台中的议题。台中是人权沙漠吗？台中是社会议题的沙漠吗？其实不是的，只是台中，这是也许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个台中人的个性，就是这样温温的啊，骑车骑路中间，啊骑慢慢的，我就想说，啊你要骑这么慢，你也可以骑到路边的啊，啊你要骑到路中，啊骑慢慢啊呢。
没关系，如果说这是中部人，这是 台中人的个性，那能不能够以这样子的性格之下去发展出所谓的台中特色？我们并不见得需要一直跟着台北或者是高雄的观点，我们希望可以在台中发展出一套所谓的台中人的观点。台中人就是可以来坐草地这边啦，不用坐，不用大家都站在旁边。你不觉得这里好像坐起来蛮舒服的吗？我们不要这么多的水泥化嘛，我们可以自然一点。就像台中人今天很热就会穿短裤，这就是台中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特色。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不一样是往好的方向前进的，可是我们也一直一直的去看到许多台中的议题的问题。大家知道 BRT 吗？那你们期待 BRT 吗？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建设，市民居然是不期待的？可是我们的市政府却非常的期待，我们的胡市长非常的期待，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设。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建设放到台中来，就变得大家说啊，随便啦、啊、市政府之前一再一再的说 BRT 是捷运，我们说它不是公车吗？他说不是，这是捷运。可是他现在又改口说啊 ，BRT 是捷运，可是他不受大众捷运法的限制，哎、欸，又好像又不是捷运了。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台中这几年来，或者是说这13年来，有许多建设、许多政策，他都没有让市民可以参与讨论。我们看到许多，不管是市政府，甚至是民意机构、民意单位，各位知道，台中市议会在这4年来，公听会的次数少之又少，许多政策我们从来不知道，市民从来不知道，等到市民知道的时候，他不是已经开始在盖了，不然就是已经被拆了。已经在盖的是什么？所谓的雪谷缆车，它环评还没过，可是它已经招商了。他们跟你讲说没关系，工程结束之后熊会回来。这种话你们听得下去吗？这种话你们相信吗？不相信。这就是这么奇怪的事情，这么多人不相信，可是他却稳稳的坐在那个地方，继续玩他的模拟城市。就像大安马祖巷，你们知道在大安海边的那个地方要盖一个非常高大的妈祖像，好，妈祖神像，也许市民都不知道，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盖了，经费已经都提拨下去了。然后我们很多的民间社团开始发动，不管是记者会或者是运动，甚至是游行，想要在这个很薄弱的媒体管道里面，让更多的市民去了解到台中正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台中市民可以更加的去关心你们身边、你们周遭正在发生的事，不论是之前有许多人都提到的政治这么肮脏，我们就要丢着它不管吗？我们丢了他不管，他会越来越肮脏，因为就是他们同一群人守在里面，在那边搅来搅去的。我们需要的是各位市民拿着肥皂去把那桶水洗干净，把他们的手洗干净，叫他们的手拿走开。台中，我们一个罢免立委的团队叫做全面罢免连线。他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在你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西屯以及南屯这两个屯区的选区的立委蔡景龙。各位知道蔡景龙在年初的时候还打算出来选台中市长，
曾要跟胡志强竞争国民党的提名，可是后来他落败了。蔡锦龙在打算要选台中市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支持飞核家园，他支持林核电，可是他在立法院从来没有投票给飞核家园，他一路赞成核四的预算案，他一路反对成立一个调查核四的专案小组。难道台中人能够放任这样子的政客，这样表里不一的政客去代表台中的民意吗？你们希望蔡锦龙代表台中人的民意吗？可是台中有多少的立委根本就没有办法代表台中市民的民意，可是他却可以在立法院胡作非为。如果我们从318讲起，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对于台湾现在的代议制度非常的失望，我们认为台湾的代议制度它已经崩坏了。所以今天不管是岛国前进他们在推的公投法的联署，补正公投法的联署，或者是全台湾各个地方有许多的正在罢免立委的团队，他们所要追求的一件事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还权于民。各位的权力在各位的手上，而不是借由在代议政治之后我们去托付给这些垃圾政客。而且在他们认为我们认为他们已经不能代表我们的民意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把他驱离，跟他拍拍肩膀，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许多人在问，问说你们全面罢免现在的成绩如何？我们必须老实的说，很遗憾，我们没有太好的成绩。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思考为什么。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得出一点小小的想法，我们认为罢免最难的甚至不是罢免选罢法的门槛的限制，不是法律的前置，也不是政治力的因素，而是他台湾人台湾社会在台湾这一种教育体制之下从来没有思考着要怎么样去拒绝，要怎么样去拒绝一个我们认为非常糟糕的政客，让他继续荼毒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去试着去想，去反抗，去抗争。那个抗争有非常多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战斗的位置上面，有些人可以冲在最前面，有些人可以在电脑前面。他在电脑前面可以做什么？他可以架设网站，他可以传递讯息，他可以希望抛出这个讯息让更多的人去参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斗的位置，相信各位台中市民也是。我们甚至希望台中市民可以自己来主导属于台中的议题，一个非常在地化的议题。例如我们要拒绝水谷缆车，拒绝水谷缆车的道理在哪里？我们要观光吗？我们要。我们要发展吗？我们要。可是我们发展的为什么不是黑熊的栖息地？为什么我们发展的只能是一个破坏生态环境的莫名其妙的开发案？我们希望在台中它可以渐渐的让台中市民可以去体会到不必什么事都逆来顺受，我们可以勇于说不，
我们可以跟这些没有办法代表台中市民民意的立委说不，我们可以跟这些打死都不开公听会、不让市民参与政策决定的台中市议员说不，我们可以跟这个已经做了13年到现在还不知悔改、每天不知在做什么、只会炒新闻的市长说不。台中人可以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路，他可以打造一个属于台中人真正适合去生活的城市。虽然有一点下雨，可是我们风雨无阻啊，对吧？对，我们是不是风雨无阻？对，我们是不是风雨无阻？对，可是怎么有人一直走掉？好了，可以把雨伞拿出来。这雨没有很大嘛，台中又不是不敢淋雨。对，有来玩4/8都敢。今天岛国前进到台中来，他们也跟台中的在地的团体、跟台中在地的组织去做结合。那我们希望，不只是在今天，也不只是在岛国前进的活动当中，也不只是在哲学星期五才能够看到各位。我们希望所有的台中市民回家之后，或者是待会回家的路上，可以开始思考怎么样可以让台中更好。而那个思考是出自于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们要什么样的台中。相信各位心中都有一块蓝图，我们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可以那个时间应该差不多，可是有一个小小的事情要讲一下，就是全面罢免连线的那个设计者，就是老丹，就是那个默契咖啡的老丹，然后他有设计了一套魔戒的明信片，然后有5张，然后他用的就是魔戒的那个元素，然后他还讲述了就是一个抗争的故事，他用了当初3-4月以来这些社会运动里面一些非常风行的口号啊，例如说来来来你来，只是路过哦。那全面罢免连线他必须靠这个小小的设计去向许多人募款，那他是1式5份，然后是250块，他会全部投注在罢免的这个活动里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待会可以到岛前这个摊位以及全面罢免的摊位参与联署，然后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希望在往后的许多议题上面，各位台中人可以更加的关心你们自己的生活，关心台中，让台中更好。谢谢。